张真源食团的快乐源泉，马哥和小张张本来正经的在排舞，就因为多瞄了一眼张哥，直接笑倒在地。玩冲浪时，我们的张哥突然开始打拳，摔下去后还来了个托马斯旋转，刘文在一旁笑得摔下了垫子，站都站不稳。张哥第一次去采耳，由于适应不了，直接自己打自己的脸。赫尔在一旁笑得在线表演磕头。有些时候还得是你张哥和师弟跳舞跳嗨了，直接抱起开始人工旋转。小鱼下来时直接一个踉跄，站都站不稳。打乒乓球其他兄弟是这样的，到了张哥这里直接一个暴扣，干净利落。玩烟花棒时，轩轩提醒张哥手机还在桌上，然而我们的张哥怎么了